开始吧。晚上，好烦哦，不喜欢晚上。总监，总之，叫吧。啊。不是，那万一真的没有，然后你他妈骑在路空了。青菜刀死掉，为什么？蜈蚣跑不完，把它杀死。你好坏、哦，不能怪我，不能怪我，一切都。不想吃了。你不要吃了，那弟弟要吃吗？完蛋，狼被杀死，第二只狼也死掉了，一下就给换掉了。对啊，我一下就换掉了。蜘蛛死了。啊，苦力怕都是很烦的。我等一下要把我的东西全部接回来。你用我的骨头，我的身手，然后这些泥土我不要。我去找。继续找狼吧，然后找到就养它吧。找到之后就养它，然后骨头带在实验室，带在工具人。找到了就直接驯服。对了，上次小帮手说就是多采一点粉红色的花，他说他要用。好，所以很多我们都踩下来。加了我们要消灭。这狼被杀过了。好漂亮哦，我喜欢。哎，我驯服狼了，这只是我的了。现在不狼了耶，我养了一只。输的啊？不喜欢。这只还可以。这一整绑的啦，夜养狼。那你要赔我一只，那只五十块。回家吧。那现在的目标应该就只是养狼。因为既然狼会跟着我，那我就不必牵住它，就不必了，好吧？那比我会抽到什么？小心陈凯，小声，还录影。周末我们拿周末办，我们找不到你那个，你在自己回去那个顺序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要先抽一张看看。
下我东西没捡到，再去一下那个洞，应该还没消失吧？还在就好，因为其实我真的想清楚了，我怕他去杀我的那个，就是我的羊。我养了一匹小狼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吃？你要吃吗？诶，它会吃耶，好乖哦，它会吃我给的食物耶。那你还要吃吗？吃吃吃，然后它不想吃了。我以为他们在吵架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欸，秦凯，既然狼已经是我的，那我就不必牵住他了。你去牵一只狼，等我有骨头啊。我给你选什么只狼？可是你不要放在我的狼旁边，我跟狼可能以为是怪物，然后就把它杀掉。那狼是啥怎么样？他杀我了，我就拿自杀他。我不要。我要吃猪头鱼。耶！等下我要把我的狼抓起，不是，我在把我的羊抓起来，把它关在我的笼屋房里面。他绝对跑不出来，他跑出来他就完蛋。没有羊，没有东西放里面。对啊，有一只羊，我抓回来。他被狼咬死。他不会，那只羊是我的，那只狼是我养，然后我让他乖乖做工，然后我还有鸡呢，我还有两只鸡。吃完兔子嘞，烤了吃掉了呀。嗯。我应该给这个小孩子吃。什么兔子？哪来兔子？嗯，不是有一天是杀兔子？啊，有吗？什么时候？欸，小麦成长了，耶！我小麦了，好棒！两颗蛋，嗯，就丢看，好，没中。啊，其他一颗都不会中，有三颗蛋嘞，买一个肉来吃。嗯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杀他哦。你要喂它，你可以喂小只的，没关系。马改成为了要什么东东，跑去买了好几瓶春菊茶。啊？他说他要取整个吃。买什么？那他买的。是哦。长大了，还会知道八戒。不是，还要上面贴纸。对，还要贴纸，要什么？要讲。换宝。被他吃起来了。哦。哦。哼哼。哈哈哈哈。你说那个什么？马起。说，那你就干脆去先把那里把它照照起来，就好了。哎，要不行吧？我不会说的。哦，我说这样子，会被人骂吧？我说不行啊，被老板看到，马上买回来才可以。他应该是接着吃起来，里面放在那里。他不可能在外面，在后面，这真的每个人都这样拍照了。故意的啦，故意的那个。然后他妈妈看到说出来，现在已经截止了，都被换掉了，奖品被换掉了。哦。爸，日子过了吗？他就说，哎，日子就还没过，他真的就是早就真的说，几个万片奖品真的都被换掉了。好贱。哇塞！
那个都是一些安慰奖啊，你知道吗？还会四回多少都还有点。你要那一次是我之前养，但是他跑走了，所以他跑到地不能完全。先停一下，我要喂他了。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他死掉太好了。他瞬间死掉了。对啊，他什么瞬间死跳跳吃素？酷哥没射中我，哈哈哈。他使用了瞬间死跳跳之术，呵呵呵，还用了冷术瞬间死跳跳。就这种打到一个狗儿子，他就很高兴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的啊。那那搬都搬完了，搬搬什么词？贴纸，贴纸盒子。不要管你，他真的去买了，真的去买，挺好的，挺好。好，不要带回家，带腰对吗？哎，他就是还放肚子。哦，这里就有乖乖吗？嗯，你要这样长着。不能放两边，里面放两边，不能装放里面，太高了。你看，洋洋，爱的洋洋，我就把它拴在这里。我不要啦！哦，有吗？讲一下要做什么的，讲一下动作嘛。嗯，我是不是两瓶抽抽的开始？现在两瓶抽抽的开始啊。哦，那就最少也有九折，手机在路上也有九折。我没有剪刀哎，怎么办？我看我手上。你想要剪呀？你看我手上没有。哦，好，我改掉了。真假的？你没改过。抽奖一次最少多久？多了最好是抽到两瓶。嗯，有吗？上下都。嗯。啊。还有一个鸡块啊。对啊，哎。没有要吃啊。没有，真的吃。吃掉。一个。那可就大了，把鸡吃光了。对啊。厉害了。早餐没吃啊。那中午呢？还有什么？对，我捡到。小孩，我东西。我们家我。快不呢？我刚听到声音吓一跳，我以为他改。想想不对，他应该是变声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马屁声改变了。你有听到马屁声音？没有。很久没听到，今天发现声音好像不太一样。你看，你看我的狼，好可爱！我想要帮他做个家哎、欸。他不可爱。前奶可以自己录啊，你去帮那个小兵小帮手录。你们听到一段，小帮手来救我，这到底是帮手？帮手比较厉害，到底是帮手？确实帮手。你才是小帮手。他是教的，万一是小帮手比较厉害，还要叫小帮手的。他不是看见的，对。等一下，你自己做一个生存嘛，这路啊，忘了办法。要重开的是几？对啊，你就跟陈陈一样，昨天重开始，第一期这样开始录啊。但是没定时。你录了多久了？13分钟。好了，可以停了。剩12分，剩2分钟。可以休息了。穿结束的梯子，讲住了。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吧，拜拜。